你以为的主持人一路十行过目不忘，但你一上台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。啥玩意儿呢？一天主持三场活动，你是怎么脱稿的？既然这么多朋友问了，我就把我这些年用的超好用的三个速记小绝招告诉你们，赶紧拿出。第一，逻辑复述法，直接上案例，理清逻辑，复述一遍。台风减弱了，但是它要北上，所以它可能重新增强。那相关部门要怎么样呢？当然是加强台风应急响应，这就是它背后的逻辑。什么没记住？别急。第二，图形色彩法，刚才表示趋势的词语全部用箭头标注出来，结合大脑四色记忆法，人类的右脑对这四种颜色记忆力特别强，所以呢，把稿件分成四个颜色，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功能，已经整理好了，记得截图。第三，关键字联想法，大伙有没有发现，有的时候对一些没用的东西，奇奇怪怪的句子总是记忆特别深刻。比如我问你，中国四大名茶是什么？你可能想不起来，但是用了我的方法，你可能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超有信心的。那四大名茶我是怎么记得呢？锡、铁、石有个洞，还发黄长毛了。锡胡龙井，铁观音，洞庭碧螺春，黄山毛峰。记住了吗？想看续集的，记得点赞。